这等到过几年嘛，孩子们都要得吃了，我们也可以吃了。好，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来，今天去街上又买了三颗杨梅苗啊，花了80多块钱。哎呀，因为这个种杨梅嘛，种了几年就有杨梅吃了嘛，免得去山上找。走吧，去种了。哎呦，到了！哎呦，就是这里了。你看，这一颗死掉了，已经这么大，我重新再把它种进去，可惜了。这一颗。再过几年，这里就变成杨梅基地了。主要是这个茬子不算好的，所以我们就不打算看这个茬数了。OK。能解出来吗？好一颗，还插两个树，免得让它动。帮他一点忙，风吹它就不会怎么动了。OK， 这个过两三年就可以有收入了，就可以吃了。还到上面种两颗，等下还要拿一桶水来浇一下水就行了。OK， 要五个。哎，这么紧呢？我割掉。
这个根很发达的。哎，把这个嫁接的要把它割掉。OK。又 OK 一颗，到那边还种一颗。要再买一颗，在里面再摘一颗就好了啊。是啊，那边还可以种两颗，哪天再买两颗嘛。啊。杨梅摘多了的，接的多的话，我们可以还拿出去卖了。都是可以的。是啊。怎么都可以。浇下定根水，快长快大。这等到过几年嘛，孩子们都要得吃了，我们也可以吃了。这羊来说是那种大颗的，这么大一颗的，看看是不是，我们也不认识这个羊来了，反正是嫁接的羊来就是好的啊，甜一点。去年啊，这颗我们拿到了比较多了，今年可能还要接多一点。快长快大。